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智应记。少儿说手语是无声的说法，每个手语的动作就像是手印的智慧一样，可以加强我们的自省，启发我们觉醒的力量。悲智应记自开播以来，我们一直以水灿的歌词来学习手语，希望能够带领大家入金藏涤心垢去习气，一起大忏悔。转眼又到了岁末年终了，面对天灾人祸不断的世界，要到底如何才能够天下无灾、社会祥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水灿终曲的旋律，一起来寻找一条你我都可以快乐同行的菩萨道。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手语老师，第一位是静思手语老师静应师姐。师姐您好。你好，大家好。接着是专业的手语新闻主播老师丁碧芬丁老师。丁老师您好。你好，大家好。今年四五周年，我们八月份有水灿法会，那好像大家常常嘴巴在讲的就是，哎，你们入金藏啊，或者是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会员会说，哎，谁入了金藏，好像入金藏变得非常的热门哦。可以先请静音师姐，到底入金藏怎么样来打这个手语啊，还有入金藏真正的意涵在哪里啊？因为我们从八月开始，然后以后啊，碰到朋友或者慈济委员，哎，你有没有入金藏啊？是，就会用这样的一个问候语。那现在我入金藏两个字，我们就是读经嘛，哦，嗯，那我们就打这个动作，或者佛也可以，就是拿着一本书一样，嗯，再来看，对，嗯，那再来是水忏入金藏这个地方，嗯嗯，那我们就打一个水，忏悔，忏佛，会佛，哦，佛会加入。对，入佛，对，哦，整个这么多人，嗯，我一个人有没有进去呀，啊？入了吗？好，用这样的来诠释。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入金藏最重要是能够涤心垢。嗯，那涤心垢应该要怎么样来打？涤心垢这三个字，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你的想法、思维想法偏差，所以我们打想差，差你要改，改改善。好的。对，这个是好的意思。那去习气呢？在手背上，这个就是个性或者习性。
都可以，也是打叉的动作，对，你要改变过来，好的，一样的动作，对，改好。谢谢建云师姐。那丁老师，那因为我们所有的包括忏悔也好，然后我们洗涤我们的心垢，去除习气，最重要就是能够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的话，断恶，恶当然就是你原来是坏的、差的、差的这样子的习性，你要去慢慢的培养你自己，然后要去这样子修养，哎，培养自己，然后慢慢去改善，把它改成好的。所以我们在改善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往上一点，因为是好的嘛，好的是在上面。就是录金章之前呢，我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都会身怀三宝。那这三宝呢，就是一个秤子、一把尺，还有一条鞭子。可是这三宝呢，往往呢，我都是拿来秤别人、量别人、鞭策别人，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不足的地方。是，可是都是看不到自己。如果是过去的我的话，我们在共修的时候，我如果就觉得这个学员比得很慢或学得很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是不可以的，应该要换人。如果我过去的习气是这样子，可是经由这次水忏以后，我会发现说，哎，其实这是不好的习气。其实每一个愿意来录金藏的菩萨，他们都是发心的，而且大家必须布施很多的时间，等于说他们也是在配合我们。有时候我们或许我们的身色不够好的时候，他也是在包容我们。那借由别人，我们来成长我自己，来反观我自己。所以我是很感恩这次录金藏的因缘，让我自己有机会来改掉过去不好的习气。以前呢，还没有加入慈济的时候，刚赚钱的时候啊，就很爱买名牌包啊，很爱买那些很贵的东西，觉得那个贵就是好啊。可是加入慈济，尤其这次入金藏啊，会发现说，其实我们都是想要，所以什么都想要占为己有。但是你有求的时候，你就会有苦，好，你就会觉得哎，什么都要得到，你就会有烦恼。我记得我第一次要捐的那笔钱，我本来要买一只名表的，我看中一只名表，后来因为有因缘刚好参加一次活动啊，我就把它捐出去了，也没有去换那个，没有去买表了。那我很感恩，我现在手上戴的不是表，而是我都是听到大爱台说，哎，帮助了哪里啊？比如说那个水窖啦，我想哎，我有做到啊，台北啦，我有做到，你就觉得那个快乐是长久的。如果你那时候用掉了，你那个表戴几次，你戴就不想用了，对不对？是。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改好了，对，让自己变快乐了。感恩师姐的分享。接着你要请丁老师就我们水忏歌词自然手语法应该怎么样来打这个字啊，是不是请丁老师来教我们？大时代须明大是非，大劫难须养大慈悲，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因为这个人啊，有以前的人就是上面，以后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时代。时代。那我们通常我们讲大时代，就是指现在这个时代。此刻嘛，此刻，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好，虚名大是非，就是不管任何事情，这个是事情。事情。哎，事情，好，事情，这个是所有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好，有这么多的事情，不管哪一样事，你都要去参透，要明穿透的意思。对，就是穿过去，啊，而且看透，而且是要看得很清楚，这个是清楚。最后面这个是需要的意思，哎，把会有点鼓塞，表示我要。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好，我们说劫难会发生在这个天地。哦，这个世界，这个是世界的意思，它就是那个地球转，地球这样转转转，就代表这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会发生的劫难。我们说这个是发生，它是指发生不好的事情，可能天灾啦、人祸啦、台风啊、地震，你都可以说它是发生的这些劫难，不管任何的发生的事情，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用大慈悲，我们就用爱啊，就是慈悲嘛，来培养。我们用两只手这样子。我们刚刚是用这个是说要修养自己，对。那这边是说要把这个世界的这些劫难，就要用爱来修改它、修补它，需要。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
那另外还有两句，是不是也要请丁老师教我们自然属于法的打法啊？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很多的事情你被蒙蔽了，好像被眼睛被遮起来遮住了，那如果你想要去把它打开，你想要去把它这样子打开该怎么办呢？打开需要智慧，智慧，这是智慧，就是你的思维需要开开来，需要这么多这样这么多，然后是需要的。那接着是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大智慧动乱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变化，变化很多，对，变动很多又很乱。好，既然是很嘛，大，所以我后面会加一个很，加强语气，那个很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众人，这是这些人啊，要他们怎么样？要反省，反省，要反省，要忏悔，这是需要的。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跟我很熟悉的一个先生他说，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很多很多，他们也都是借贷来的，所以他就借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他的那个念头起心动念，认为这样子的方式他赌一赌，他的观念是这样子赌一赌，结果他生意做失败，是，然后抛妻弃子，这都是人的一念偏差。所以那个无名，无名被盖住了，对，所以有时候人生用那个投机取巧，没有参透，看透，嘿，看清楚，然后看清楚，他不知道，然后一念的偏差，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所以在这个大时代，虚名大是非，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所行，我们都要很清楚、很明白，这个是跟非一定要。参透，看透，要了解因缘果报，所以被蒙蔽的话蔽一定要想办法开启智慧，对，要参透，看透跟然后看清清楚，是看待他的心得，有跟一些长辈啊、一些朋友分享，可是我们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别人看法是不一样，他们觉得哇，看大台好沉重哦，怎么都看到都是看到苦难，都是看到这些，那可是我这时候就突然在这次水灾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差别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忍，我们会有慈悲心，当我们有这个爱心的养成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说我们能够怎么去帮助他。可是当没有这个爱心的时候，没有这个慈悲心的养成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压力，就是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其实我这次对于这个慈悲心的这件事情的这个体会就很深，真的是有能力的人，他的慈悲心的被提起之后，他才会去付出。所以慈悲心其实是把有能力的人的资源可以引到需要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即使我们去做发放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做主给竹筒岁月，希望让养成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灾民，他们也可以发一份善念。所以这个慈悲它其实是两面的，让有能力的人去付出，有困难的人当他一个慈悲心起，他就有这份心去超越他的这些苦难。可能我们看很多，尤其大爱台的这种世界上面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那种不忍，其实是一方面我们的慈悲心起，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真的很幸福真的没有慈悲心的话会见苦离福，那只有慈悲心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见苦知福，所以呢常养慈悲心的心的养成，养成是最重，这是对，这个时候要那个嘴巴补大一点，是要补大一点，非常非常需要。所以就是水灿最重要的就是要斋戒，因为没有慈悲心，所有的修福修慧它就没有可能。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企业家，然后他有好几栋上亿的房产，他有一次就电视新闻一直在播通货膨胀很严重，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一副很烦恼的样子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财产都缩水了。
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人会这么无名呢？对不对？上人不是说有一缺九吗？他已经够有钱了，但是因为他一念无名，他就起了什么烦恼心。那烦恼心必须要什么？要开启我们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很可惜，我就一直希望他能够来进慈济，多看我们大爱电视台，能够了解上人给我们的价值观啊，他就不会烦恼这么多。要不然他原来是很有福的人啊，他应该是知福惜福再造福的那种层次的人才对。是，但是因为他的无名一直障碍着他。对，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把这智慧打开啊，所以真的很需要我们更多人加入慈济来一起去陪伴这些人啊，让他们有机会开他们的智慧。那非常感恩哦，在这个段落里面师姐的分享，接着我们一块来欣赏一段水灿的手语表演。之后我想要请金云师姐是不是也是请您来跟我们诠释一下哦，当初整个手语您的这个设计跟打法。是，那在这个地方愿我们还是用佛教的合掌在许愿的感觉。对，那菩提两个字，其实菩提就是一个觉，也是一个智，智慧的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用菩萨的雕刻的那个手势来呈现。对，也是一个道之意，所以我们还是道心能相续延续下来。对，菩萨广行无量意，那菩萨我们慈济人都是参与整个的人群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一样，菩萨还是用手势广行啊，很广泛的，对，去然后打一个无限量的意。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呐。所以我们走入人群，用很多的方法来去度人，所以我们用无限量的动作来诠释这样的一句话。是，感恩感恩师姐。那我想接着要邀请丁老师，只要以自然手语法的话，那这两句应该怎么样来打？愿菩提道心能相续，菩萨广行无量意。我希望我们这个迷惑呢，跟这个彷徨，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哎，把你的心把它哎这样子抓一下，哎，你要下定决心去改善，而且这个改善呢是要继续的哦，你不能停，不是说我改了就好，而是你要持续不断的改善，所以你要改善是要继续。就是我们说能相续嘛，这个是能够的意思。对。然后菩萨广行无量意。好，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他非常的棒，怎么棒呢？他是很热心，
好像有火在你的心这边，很热心，然后又到处去帮助人家，这个是帮助，哎，帮助他，而且是这个是指他的品德道德很好，品德啊，就是这些事情他是对的，那我们就怎么样呢？就不能够停的。愿菩提道心能相续。菩萨广行无量意，我们常说啊，人生最遥远的路就是怕没有目标。那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上了由上人所掌舵的法船，那方向正确，目标也正确，所以我期许自己要下定决心，对于对的事情要继续做，停止就不要了。对，因为我以前在职场的关系，我觉得自己是觉得就是有点共高我慢，就是小能干的人，所以我在此地里我希望能够有一番做更多的事作为，其实都是停留在自我。可是当这次水忏是要这么多人才能够成就，那个须弥山是要一堆小蚂蚁才爬得上去，一只蚂蚁再会爬都没有用，所以看到说更深刻的去体会到无量意是要由一而生百而生千万，这样才是慈济最重要最重要的精神。所以会从一个自我的一个成就，会去希望怎么样能够自己的这精进心还是在的，可是更愿意的去成就别人。今天呢，我们到中期这个地方，其实呢，如果从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的习惯性，就是习气，每一个人的习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有心下定了决心，我们去改变。那我们改变了，每一个人人心都进化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应该要继续在社区办读书会，继续去传递我们这个入经藏啊，对我们的改变，对我们的改变有多大啊？这样我想可以，就像您刚刚说的，让更多人都成为菩萨。感恩师姐跟我们的分享，也感恩两位老师的指导。虽然说我们水忏已经在八月份圆满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上人期许我们法会终年不散，所以我们还是要常常入经藏，同时呢要时时涤心垢，也就是说呢，把我们不好的想法要把它改变成好的，同时呢要去习气，也就是说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改变成好的，如此呢我们才能够菩提道心能相续，也就是希望迷惑跟彷徨都不要哦，要下定决心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言行，而且能够持续。菩萨广行无量意，也是每一个好的人，我们对于人的那种热心，帮助每一个人做有道德品德的人，这样子对的事情停止是不可以的。今天要再次感恩所有菩萨您的观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